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洪依婷，那你可以叫我依婷，因为很多外国人叫我依婷。那我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认识大家，那今天才真的跟好多好多一起讲话，算是迟来的缘分。不会啊，我们之后有部落格嘛，那我们希望可以在那里面大家可以联络感情。那我也是跟维路一样，希望可以到国外教中文，那我们一起加油，谢谢。